到那边可以开悟，可以做菩萨。第六，处所吉祥。等一下汪千惠要跟各位顶礼啊，他设计我们来啊，所以他就可以处所吉祥啊，以后这个地方快快乐乐了，生病的人进来身体好一点啊。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善业恶业都会留下痕迹，所以各位在每个地方啊都要去做好事，撒个甘露水，用悲心，不管你到哪一个酒店哪一个饭店。所以我们这两天所住的饭店，特别前两天我们超度了老半天啊，不是说因为付钱住在那边，而是在那边我们就要很尽力。第一天晚上来，窗户一打开，外面都是鬼，嘴巴都在吐火。哎呀，我们就拜托赞日法师拿个转经轮，拿个经幡，拿个水去外面一直淋呢，不然我看大家就不好睡。这就是我们领队的责任。所以昨天 Maggie 没有负责任，他众生就去找他了。什么叫领队？我以前也搞过旅行社啊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领队晚上还要负责念经啊，不然客人睡不着啊。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意思，因为他会找你啊，你是领头的啊，我没吃饱啊，所以那你要面面俱到。第七，天龙地起拥护。各位，你开始慈悲了，帮助这些众生，天上的天龙八部，地上的土地公，哎呦，你们这些人有爱心哦，他就会因为你而感动。老实说哈，因为你而感动。有一次我有个冤亲债主，过去我把他杀掉了，杀他全族的人，然后他来找我报仇，找我报仇，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人自杀死掉，那我就说哎呀，那我先超度自杀的，我就很认真的这边念啊，跪着啊，自杀。结果那个冤亲债主被我感动，他说原来你是这种人了，不认识你都跟他跪了老半天跟他超度，他心里有感应啊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事实上因为我学佛了，我以前无名不知道前世嘛，那我现在学佛了，就算你要杀我，我都不会恨你的，只是因为过去我无名，我杀过你，也过去是一定是你无名，因为我有一次做小沙弥啊，他是个强盗把我给杀了，这是过去式的故事。那现在后来我做了一个小皇帝啊，就把他全家给杀了，这样啊。所以但是我有一点超度，他去做修罗道，所以还在恨我，恨我恨得要死，找机会要报仇，了解吗？所以我跟各位讲的都是真的，但是我们累世以来觉得善缘恶缘都还在的。所以我刚好超度那一位那些自杀而死的，我比较用心啊，我不是光超度一个，所有自杀死的我都观想到我面前来，我不是说会怕不怕的，而只是说我尽力，因为这样我感动了这位阿修罗，因为他带着军队，他可以把我毁掉的啊。所以我们出家人的修行叫降魔，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因缘。但是因为你很慈悲帮助别人，就消除了你自己的恶业，也把你的冤亲债主超度了，而且这些天龙八部还倒过来直接要拥护你，那他就会跟着你而发菩提心。第八，速获功德。那各位，你要得到什么功德？慈悲是最圆满的功德。佛陀说，所有的不施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都输给慈悲。慈悲包含一切功德，所以我想各位时时刻刻去慈悲。第九，可满所愿，大家心想事成。第十，速证佛果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不是贪心，因为你不赶快成佛，哪有真正圆满的能力普度众生呢？那后面还有二十条施食的功德啊，各位再看吧。我们先来念仪轨，请翻到前面，皈依发心。一开始希望所有众生，包括土地公，每一棵树都有一个树精啊，而且住了很多，不是光一个啊，不是一个树有个大树精，其他的家族啊，然后有的地方住，不然。所以佛陀把很多树叫做什么？背下鬼神村，鬼神村啊，因为他们没地方住，住在树上面，所以但是没地方住了更可怜，叫孤魂野鬼。那所以同样的，我们都希望他们皈依发心，所以但是自己真心的皈依，自己发起菩提心，才可以引导他们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来，维诺师父，没有，那我自己，好吧，来。
祈请十方法界，一起念来，祈请十方法界当成就，为成就，指一切众生，归佛归法归身，归佛归法归身，归佛归法归一身。你要很认真的，就像带领着你的妈妈儿子一样，来啊，来皈依三宝。你要发这个心啊，不要光嘴巴念啊。佛法的完成是在你内心里面完成的，嘴巴个人有个人的口才啊，但是用心去唱一首歌，那一首歌就好听，了解吗？啊，那所以各位你要开始用心，用什么心呢？用佛的心。我们既然懂得阿弥陀佛啦、地藏菩萨啦、观音菩萨啦，那他们什么想法，我要用这个心念出经典。那你要一直练习用真心呢去帮助别人。一个人用真心去讲话，怎么听都觉得好听。各位，海涛法师讲话好不好听啊？谢谢，谢谢鼓励啊。因为我是一个很冷酷孤僻的人，不喜欢跟人家讲话。但是我现在至少我上台会认真一点，这样啊，因为我知道我上台我就会很认真，认真的用心啊。希望，因为我不是光对人呢，这些天神、这些可怜的孤魂野鬼、诸佛菩萨都在看。我跟各位讲，昨天那一位阿修罗要来杀我的那一位，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：我在旁边看着你，这样。如果我起心动念，他就可以报我的仇。就像我以前杀死一只蛇，十几岁，我35岁出家，那只蛇他也不超度，他就跟那一位老师说，他看得见，他说这只蛇要在你旁边，如果你去恨人的时候，他就会咬你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他把我同学弄自杀了，我10岁就有一个同学为了这只蛇，因为是他喊杀的，然后我在旁边跟着杀的，所以他先把他弄成自杀，然后让我胸口痛。那后来我要出家了，那一位老师给我说：哎，师父啊，你胸口痛。我说对啊，有一只蛇咬你。我说不是蛇咬我，是我大哥打我的。他说不是，是蛇附在你大哥身上啊。他打你的时候他的眼睛有没有变红？我说对啊，我看到我大哥眼睛我都吓坏了，我根本没有还手，因为那只蛇附在你大哥的身上，他用那种蛇的眼睛看你，你打他哪里他捶你哪里。因为我就是用石头打他的胸部，我认为那个是心脏，他们叫第七节，我还不知道第打了几十个我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大哥的手就一直打到他骨头裂开，所以他描述给我听，哎，我就感觉得很痛。哎呦，原来这是个真相哦，原来我以前不认识这个啊。后来我就跟他跪下来磕头，我要好好的修行，然后呢希望你去极乐世界。但是老师说他不去极乐世界，他在旁边，他要看着你，盯着你，看你有没有啊，因为他可以报仇的，但是他看你表现得好，他就不咬你。所以我认为这样很好，我很感谢他，没有他我就不会修行，因为我要很认真，不然他马上报仇咬死我，所以我一定要感动他啊。所以各位，把敌人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这就是修行。所以佛陀要成佛，一定要，事实上佛陀成佛的魔王是佛陀把他请来的，佛陀要证明他的悲心，魔你没办法伤害我，原来慈悲才是武器。所以当魔王用了各种的武器，乃至女人，乃至火，乃至刀兵，要杀死佛陀的时候，佛陀叫慈悲三昧，我爱你，我关心你，一点没有畏惧，用真爱。所以那些武器呢都能变成莲花。所以各位，请你，我们是佛教徒，别人怎么伤害我们，我们都不能抱怨，不能报仇，不能对立，因为慈悲是我们唯一的武器。所以后来那只蛇现在去净土了，因为它本来是我的护法，被我感动到成为护法，然后现在去净土了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你一定要旁边有蛇，有冤亲债主来帮助你，不然你不会精进，你会放逸。一个人的时候你还是要很认真，所以用这样的心带他们皈依三宝来。
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，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水土养一方人，民以食为天，感恩食物经过诸多因缘而诞生。我们可以以食供佛，我们可以以食供僧，我们更可以以食下施。一年很快来到了炎热的七月中旬，七月在台湾一般人讲中原普渡，佛教则称为盂兰盆法会。今天带各位菩萨大德来了解法会的殊胜。随着佛像的抵达，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南区联合举办中原孝亲报恩大蒙山慈悲施食法会。佛像代表佛，所以拜佛像就是拜佛。师姐专注指挥，台上的师兄姐们合力，务必让佛像正坐于坛城正中央，庄严道场，一点儿也不马虎。在场地的另一边，看到的是十方法界坛城，礼请湛严法师来为我们介绍十方法界。我们超度法会里面有十方法界，十方法界里面有很大的坛城，就为了这些受苦众生来布置。那一般呢，我们会把它分得很细，动物区，动物的一区，小孩子的一区，然后呢，很多的这些轨道里面也有很多的中阴身在一区，这样来分别。因为小孩子来的时候，我们会祈请鬼子母啊、欢喜母菩萨照顾他们。动物区我们祈请玄天上帝，还绿水火风的玄天上帝来帮忙加持。那十方法界的众生，我们就会祈请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面南大士来加持。所以呢，很多的地方布置啊，十方法界的坛城都没有一定的格式，但是呢，我们师父很慈悲，增加了所谓的六道众生：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天道。秉持观世音菩萨的嗡嘛呢呗咪吽六个字，然后代表六道众生，代表六种颜色的众生，然后把这些众生啊分别出来一起超度。这样的话，针对他们的这种区域性，这样的话尊重他们，把他们超度，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分别。然后呢，在一般的风俗习惯，很多的世间的中原普渡完之后，很多的这些道教传统，他们会去撒食，然后啊说啊这些食物让你们吃平安。其实啊，在我们佛教来看啊，因为啊我们是针对鬼道的超度，所以呢我们在大蒙山的时候，很多法师一起撒食是为了给鬼道众生吃。那鬼道众生把这个味道吸完之后，布施的人有福报有功德，那相对的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鬼道，回向给这些祭祀父母，让他们能够超度。那也剩下的我们在圆满的时候会念大悲咒，再洒净一下，让这些食物啊变成干净，然后人也可以带回去吃平安，这个意思。但是一般往往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就是变成布施给人吃啊，鬼道比我们还需要。所以呢，食物啊在七月份的时候用食物来做功德啊，来回向给鬼道众生，这是功德最好的方法。因为呢，说法说的再好，还不如针对众生的根气。因为鬼道就是习气，就是吃还有喝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很多的这些美食啊，很多的食物，很多的这些饮料，让这些众生啊看到就欢喜。尤其坛城里面布置了很多的这些堆起来的这些食物，那众生看到欢喜之后，让他们欢喜之后，你要超度他们比较容易。所以里面我们用很多的佛的形象、佛的咒语，然后这样让众生看到啊，当下就可以得解脱。所以呢，用各种方式来超度众生。坛城内祈请地藏王菩萨、鬼子母等安坐其中。眼前的这尊面燃大士，口吐火焰，是观音菩萨慈悲化现。
观世音菩萨是因为一念的慈悲，所以呢，他又化作一尊呢面南大士呢，要来救度这一些鬼道的众生。好，那我想我们应该，这个我们是我们佛教的责任，应该是积极的，能够经常的透过交流，那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到，其实大士也就是面南大士。造型奇特，是出自佛教经典《佛说救拔堰口恶鬼陀罗尼经》中记载的观音化现堰口鬼王，并指示阿难尊者要修习施食法广度众生的典故而示现。大家如果对我们佛教了解的话，盂兰盆是因为目犍连这样的一个缘起嘛，他的母亲呢，因为呢在三恶道受苦，那因为以这个目犍连尊者一个人的力量是没办法来拔度他的母亲，那世尊佛陀呢就告诉他，要借由所有僧众的力量、修行者的力量，才能够呢把他们的母亲呢救度上来。所以世尊就告诉了目犍连尊者，要在农历的7月15号这一天呢，能够来救度他的母亲。在整整3个月份的这样精进的修行，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子有成就了，所以呢，运用这些功德力来救度他的母亲。那当然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、妻室父母这些种种。那如果可以在这个吉祥月去供养一个出家人一杯水，那以很虔诚的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一杯水，其实这个功德都非常非常的大。那我想这个就是说，作为我们身为子孙的，要多多利用的，在这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吉祥月，能够尽可能的尽到我们自己为人子孙这样的一片孝心呢，能够尽可能供养出家僧众。那当然这个就是说，我们供养的过程当中不是金额的大小，供养的过程当中而是以一个非常虔诚的心来做供养。那所以师父讲过，就是说一杯水，如果我们好好的以诚心来做供养，来做观修的，其实这一杯水都能够融入到整个法界，那这个功德会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，能够在这个7月份呢，大家能够多多的去供养僧众。庄严的坛城，精心准备的法食，引导六道群灵领受法喜，获至解脱。事先我们先会制图，制食物区的制图，那你要搭配什么颜色，搭配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再去购买，购买之后，然后我们就照着那个图案来设计这个图案。有饼干，还有吐司，还有些果汁饮料啊，还有那动物区的部分就是有蔬菜，还有豆类、五谷之类这样子。十方法界坛城底部有9块木板拼凑垫高，平常是摆放在地上，理由很简单，此心让受苦的众生容易食用。由于天气变化，怕下雨的关系，怕影响食物的品质。班长，你讲。图案样式则由师姐的巧思设计，现场彩画。庄严的图腾，见者欢喜，摄受众生。今年的中原孝亲报恩大蒙山法会集结了各界力量，在我们高雄和尚教育学院办的南区联合法会，是我们整个嘉义以南，包括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4个县市一起呢联合来办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场法会。那我想透过这样子也能够展现，就是说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县市来主办，但是透过这样子整个4个县市来联合举办，那反而这个力量会更大。人员呢，整个在筹备过程当中，还有整个法会的前行，这些种种的准备作业反而会更充足，更加的有效率，那也会觉得整个过程当中还有法会会更显得呢更加的庄严。
普施贡品早上7点陆续进场摆设。今年的普桌总共有400多桌，然后熟食我们那个有16桌，因为我们今年那熟食是煮的比较少，所以16桌。可是那个信徒供养的还有9桌，总共25桌，还有那个干食哈400多桌，所以大家都很花心呐、啊。那个义工菩萨都很花心，大家做得很忙，可是很高兴，大家都分工合作。哦，咱这届蒙山法会，而且还看到这个茶米酱醋糖，啊个好众生因较爱食物件。拢嘛，甲穿甲足精致的，内底就是有糖啦、啊，有盐，有大油，啊，有罐头物件，米粉、面、饼干，各有迄个燕麦油、大油拢有安尼吼。有咱这内底有20种的种类内底。现场回到了另一边，布曼祖师姐没时间休息，赶上进度，如水般柔软的布曼。要在上面做造型，得要靠珠针固定，点线面全用上。但最重要的是细心的莲花手，在一折一针的同时，把持住耐心。做布幔的确把心给调服到了最佳状态。供养花，必得处世如花，身长相结。10多位组成的香灯组以花供佛，愿此香花云遍满十方界，供养一切佛。我觉得对食供养，我们自己都有一份自己的期许，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最庄严的花供养给诸佛菩萨。那我们的心意就是说，希望我们每一次插的花，让大家就是说参加的信众啊，不管是义工或者是任何人看到他，都会升起一股欢喜心，然后想要来供食供养。常年负责香灯组的师姐，每次法会的食供养花盘对自己要求严谨，为的是让食供养的菩萨们升起欢喜心。这个就像法无定法嘛，就是插花跟艺术其实是自己的审美观，没有一定对不对，只有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庄不庄严、漂不漂亮，就在你自己的评断。只是说我们很真心的，每一次都很恭敬的想要把食供养把它完成，然后就是庄严道场、庄严这个法会。所以说会想一些心思，说有特别的东西，我们去看说，哎，那这样子很特别，怎么要使用它？那有时候这插起来是很可爱的，那食供养可以变得很可爱啊。就是说你的心其实是想要让大家摄受的心，其实我觉得好像菩萨就会帮你，就是你却无形中就插出来一盘就不一样的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我希望说来参加法会的信众都能够很欢喜，至少看到我们的食供养都有欢喜。那我是有这种期许啊，就是尽自己的心力去庄严道场这样子。花果，花果开花结果，花与果总是相连，水果是这样叠起来的，让师姐来告诉你。就是我们法会的时候，就是以我们供佛的那个高度来买水果，那你每一层的那个水果就是要以大小圆形都刚好，这样子摆起来才会庄严，我觉得非常法喜充满，而且跟众生结个好缘。法会当日来到法会现场，您会看到交通引导的师兄，这可是要站好几个小时的工作，看似简单的挥手指挥，但其实没那么简单，而且刮风下雨，交通疏导，坚守岗位。雨衣用去，啊，没有准备就淋雨天。真好啊，真专业啊。干粮区、熟食区。甘露法时已就定位，
请师以排班，与会信众恭敬请师，礼请湛严法师、湛乐法师、湛实法师三师慈悲灵坛主法，以戒为师，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之功德，回向恶鬼诸有情。甘露满开，剑拔孤魂飞，祝你前往无心愿家的巴那萨陀平等去朝觐，丈夫光明来受甘露味。如法如仪地进行各项仪轨，法会现场大众随着维挪乐众统一的唱腔，清澈的音质，纵使七月的暑热，在庄严的音声中引导众生跟诵，名扬摄受其心。诸法法师加持花米铜板糖果饼干等物散洒诸方。十供养法布施，人与自然、人与万物之间自然没有隔阂，食物紧密地联系着人人。感恩诸佛菩萨，感恩祖先，感恩每一个人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